好，哎，把它搓圆了哈，把它这样就是一颗完成的哦，好，这样就是一颗，好，有没有人不懂的来不懂的可以来问我哈，哎，啊没有汤匙的话，我后面刚刚介绍的地方可以拿，要做一个特大号的，好，好，记得每一包啊分成四份啊哈，那你们料不要用太多，等一下刀会包不起来，好，会包不起来，好，到这边。